小满，二十四节气中医心身养生术之古琴音乐疗法。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中医心身学说，在小满节气时，人的心火也偏旺，容易脾气暴躁、烦躁不安，而心理、情绪与体内的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关系密切。当人受到负面情绪影响时，身体的免疫力会下降，容易患上各种疾病，可引发高血压、脑血管意外等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小满时节要注意保持心情舒畅，尽量抑制怒火，防止意外发生。在这小满时节，古风老师分享如何聆听古琴曲《高山》，以帮助大家度过创伤后的压力境地。聆听这首曲子，能渐渐感受到其旋律可以助人把创伤后的应激障碍的心绪移情到高山上去。小满正是自然界赋予生命旺盛生机的时节，听琴赏曲有助于我们调气养心移情，补充正气，为继续前行的人生充满能量和希望。Thank you.